到《闪耀的手幅》打工咖环节，我是红雪儿，青春制作人。给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已经全部都收到啦，现在就和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是我的第一张手幅，然后我记得是我初登场时候的造型，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这个造型。然后他们做了这种皇冠，像小公主一样，很喜欢哦。那让我们来看第二张。江江，我记得这张照片是我在冬天时候拍的，然后巨冷巨冷，但是穿的巨少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其实尝试这种风衣，然后他们有写红雪儿生日快乐1996430，哈哈，把我的年纪都暴露出来了，然后很开心，因为前几天也过了生日，也感受到了粉丝们对我的祝福。绿色的想念，这个就感觉会比较清爽一点，清纯一点。我也很喜欢这种风格，就很白一点。然后他们也是用绿色的狗色、绿白色，就会显得很清爽。这是第三张。然后感谢青春制作人们的用心制作，你们的心我会好好收藏的哦。未来我们一起加油啦！听说你们也给我准备了加油口号，那我们来喊出口号吧。口号是：万里雪飘同风起，而今而后只为你。五台县锋芒全场最闪亮，有朝一日我辉煌。卓雪儿一起狂，雪儿加油！